I will be the greatest president that God ever created。嚟到美国，梗系要买侵侵手信啦。华盛顿啱啱就有直航，系目前香港飞得最耐、最长嘅航线。以后由美国东岸就可以拣 Open Jaw， 纽约入，华盛顿出。如果你仍然停留在华盛顿，只系得白宫同埋林肯像，等旅游节目主持林婷带你玩翻几日啦。华盛顿国际机场原来唔系位于华盛顿，反而系隔篱嘅弗吉尼亚州，两个地方咁近，一齐玩埋就好顺路啦。博物館咧就收藏咗大概200架軍事嘅戰機，而當中有好多都有好重要嘅歷史噶，就好似我身後呢架銀色嘅戰機咁啦，佢就係二次大戰美國投擲原子彈喺日本嗰架戰機嚟噶。我而家真係好興奮喎，我要去參觀啦！入邊只係得萊特兄弟發明嘅雙翼飛機係仿製品，其他都係真正服役過嘅飛機。咁我眼前呢一個位咧，就係一啲工程人員用嚟修復戰機嘅，用咗大概19年去修復呢啲戰機噶。另一邊就係太空區，最震撼就係見到呢一架退役咗嘅發現號穿梭機啊！就係2012年咧 ，NASA 送俾呢間妙思林嘅呢架太空船咧，就足足上咗太空39次喎。另外仲有太空衣同埋导弹模型等等嘅展品。唔系净系加州先至有靓酒庄噶，弗吉尼亚州都有超过250个酒庄，当中唔少系近几年喺国际比赛里边攞到好成绩，令呢度嘅酒多咗人关注。呢一度潮湿多雨，加上黏质土壤。先天条件本来不是最有利葡萄生长，在19世纪当地的葡萄酒农研究微气候的时候，发现他们的种植条件和法国、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很相似，于是开始种植来自上述产地的葡萄。气候不稳定亦都造就了他们酒的最大特色，就是酝酿葡萄酒去抗衡不规律的葡萄产量。相比起法国对酝酿有严格的规定，这一度可以自由将不同的品种混搭，创造出更多新口味的酒。今天就来了这间酒庄 Wine Tasting 的，它就可以一次过试七只不同的款。我刚刚就由 Cider 开始试了，之后我就试了白酒，而最后我就会试一些比较烈一点的红酒。而我配呢就会配一只七只不同的小食，它就有些芝士和朱古力，就令到味道更加突出。这一间酒庄是家庭式经营的小酒庄，它在 Tannich 和 Cabernet Franc 的评价很高，拿过不少奖。华盛顿和纽约都是繁荣的大城市，想感受一下大自然，行下山的话，这一个国家公园就啱晒了，一路上都可以欣赏到宏伟的瀑布。见面到对面啊，原来过了这条河之后呢，就是有不同州份的人在那里啊，是另外一个州来的。瀑布延伸出来的部分以前是运河，运送煤炭、木材和农牧产品入华盛顿，后来有了火车，运河才结束运作。我现在就准备入 Outlet 扫平货啦，看看有什么美国抵买的牌子啦。哇，这个假的牛仔裤都只是20元美金一条咋。这里有香港人最喜欢的钻铁锅啊，而这个 22cm 的价钱呢，原价在香港就卖3400-3800，而这里呢只是1300元左右，大概是300折到。哇，好抵啊！我手上这个心形的陶瓷碗呢，折了都只是114元，买回去用来焗身体和 Crème Brûlée 就最啱的了。